日本拥有超高人气的手机游戏《勇者前线》终于在台湾推出喽！游戏的战斗系统相当容易操作，只要简单的触碰就能够命令队员使出爽快的攻击。当能量累积满了之后，透过向上滑动的手势就能够使出特殊攻击。除了有和一般卡片游戏相同的收集强化功能之外，还能够制造可以装备的宝玉。而村落里的各个设备还可以升级强化，借此制造出更多的道具，或者是收集更多有用的素材哦。